走先。大早。并不想去找那个我想要吃的尸体啊，我比较懒，不好找。救了。大早。真的没找着吗？
这家伙在被人治疗啊，但是不管了，把电击踩一脚。 不知道自己被撑起的呀。 约瑟夫真的是能烦死人。 这开局就有人了，哎，赵南将，直接找人，结尸，稳的流油呀，又找到了。
然后牵着细脚跑吧，恶心你们就完事儿了。这边迹象还有，谁来救他金像了？就个锤子！三刀爽哎！让我说是 VIP。通缉空姐，通缉一下，通缉空姐就稳了。前面没有，恶心就完事儿了。那这照相、啊，好了，现在魔术师的镜像是在树上的，他必须就。必须救镜像啊！哎，这边放个牌。不救了啊！不救了，告辞。到底救不救啊？救了，是绕过去救的。你不救他镜像魔术师能跑吗？救镜像，想救镜像不存在的，再挂。这边去抓一下那个魔术师啊，我觉得应该能找到吧。照相，快照相！我突然忘记照相了。有急救了！哎 ，Hello， 一刀斩哎！到这公共厕所呢，想来就来。拿出来！按慢了一点，照相了。烦的鸭皮，该
现在照相状态他们又不能修。等一下，有人进像了，我就知道了。看他们的，好了。这样一来，魔术师也一刀斩了，省时间啊。真好骗啊，这些人！我假装玩个牌，他以为我要回去。只玩一下五个牌而已，光的有。刚才刚笑的我再踹一脚又没了，就是强势跟吃了屎一样。拍照行，不记得抓你。爆点是乌鸦飞了，挺好用的。还有魔术棒啊，回错了，回错了。看来我缺你分身吗？缺不到你人。缺不到你人，我缺你金响。拆一下，就把魔术师的金像打了吧。还在修，哎，怎么直接嗝屁了？他跳地窖了，地窖不在这儿，不在这儿，你自己。我操，他有球。不在这，也不在这。哎呀，完了，在这，他溜了。
这人怎么运气这么好、啊？